这里是 One Dungeness Garden Center，位于多伦多以西，大概1个小时车程的位置。今天来看看我最喜欢的木本植物，或者是木本装饰植物。这里有几种不同品种的 beech，中文咱们叫它山毛榉。这个毛榉可能就是指它的果子，是毛茸茸的一个球。这个 beech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树，无论是大树，它有大树很大的哈，几百年的树，也有小树，就是长成型了，也可能只有10米左右，不高。那么也有的树呢，它可以适合作为 fence，就是种一排，它有很好的私密作用，因为它冬天的叶子很多的这个 beech 冬天的叶子不掉。如果你对它不了解呢，在它购买之前要做好功课。那么在 nursery 你也可以看它这些标签上都会写，除了价钱以外哈，也会写它的生长特性。比如说这一棵，他说这个秋天会变成 copper，然后干，然后这个到冬天呢不会落。它的高度呢也不是很高，12米左右，宽度是6米左右。在多伦多植物园，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品种 Purpurea，有点像。它的新叶子是非常鲜亮的 purple 的颜色，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变成棕色，一直保留一个冬天。我们看了哈，这个179块，180块钱，再加税将近200块钱。你要种一排作为 fence 的话，可能有点奢侈了。这旁边有两棵呢。看上去很高大哈，细高细高的，长这么高了，但是并不宽。这两个品种，都是下垂型品种，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颜色发 purple。这种 purple 的颜色呢，就是著名的 purple fountain，长大了非常漂亮。现在还是它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经过训练垂。它本来是下垂的嘛，肯定是经过训练让它长得这么高。在购买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这一棵呢有一点点问题，因为我家也有一棵，它的叶子呢，看它叶子巨小，我家那棵叶子大概是它的3倍、4倍的样子这么大。仔细观察呢，它顶部啊，这棵还可以，你看这里面的这顶部的叶子全干了，这可能是在它移栽或者是运输过程中受了伤害，那么它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它上面的叶子还长出来的，OK，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个 shock，一个是从地里头，你仔细看它的，下面都是 burlap 包着的，它肯定是在地里种植了几年以后，然后挖出来用 burlap 包上，然后运到加拿大。我估计这不一定都是。加拿大种的可能是在美国种的，然后运到加拿大，然后运到这个 nursery 呢，它又给埋上。这样的话，中间折腾呢，它有的时候受不了。它上面如果出现干死的情况下，这种就要避免，不能买，尽量不要买这种的。上面可能如果死了的话，它还要从下头重新长，要长好几年才能长得这么高。那么上面还有叶子呢，虽然小一点，你可以知道它是经过了有一个 shock。有一个出现问题的状况，但是呢还行，没有死，上面的枝干还是有活力的，所以还是可以考虑购买，如果价钱能够接受的话。另外一个买这种比较贵的木本植物树哈，你看它这写的是5年的 warranty，5年的质保，你要第一要跟他 confirm，在出门的时候 check out 的时候，交钱的时候要确定这个确实有5年质保，因为它不一定是所有的植物都有哈。第二呢，你要保留好你的 receipt，你的发票，这样的话出现问题回来找他可以退换。这里还有一种很漂亮的 beech，这个是叫 tricolor，就是它有多种颜色。你看它的叶子颜色，很漂亮吧？这还不是它最漂亮的时候，在它春天，或者是春夏、夏初的时候，它的叶子是红色的。就是它的叶子边缘，你看到现在是淡粉色的，在新叶子长出来的时候，它是红色的，更漂亮。这种 tricolor beech 可以作为，因为它的装饰作用极强，
可以作为specimen， 就是有特色的植物，在院子在庭院设计的时候，给小院子能够增色不少。这种还是小树来的，它在长成了以后，虽然长得慢哈，但是长成了以后可能也有七八米，或者是甚至于十米，看它的生长环境。那么你在种植的时候呢，还是要选好它的位置。这一片是 dogwood 山茱萸，开花的 dogwood， flowering dogwood。 这种 flowering dogwood 有两大特点，最著名的呢就是它春天的时候开花，如果条件合适啊，它满树的花可以把所有的叶子都遮蔽掉。那么夏天你看就是绿色的，没有什么特点，这是一种小树哈。这种呢在秋天的时候它的叶子会变成暗红色，也是一个欣赏点。Flowering dog 里头还有是赏叶为主的，像这一棵，你看它的叶子发白，白边，这个还不是最白的一种 dog 的，就已经够白的了哈。在这个万绿丛中，这是什么品种呢？我们看看，它叫 wolf eyes， 可能是指它这个细长的叶子，然后带白边，但是怎么看也不像狼眼睛啊，不知道这个取名字的人是从什么角度观察的。这种白边的呢应该都是变异品种，还有其他的比较流行的，比如说 summer fun， summer joy， 有的发白更白一些，有的呢就会发黄一些，它的白边更黄一些，就是黄边了。这里还有一大片日本枫树， Japanese maple。这个日本枫树呢既是花园必备植物必种植物，又是 garden center 的必卖植物，因为太 popular 了，人们都喜欢它。小树，树小，然后它叶子很 neat， 比如说像这个品种，哇，太喜欢了。这里有一种呢，它的叶子是 variegated 花叶子，这叫 butterfly， 我们看一下价钱先。哇哦，将近200块钱，加了税以后200多了。它这个长得呢，你仔细观察，它上面不是很茂密，这个我估计也是和它移植过，就是从它种植农场挖出来，你看它底下也是包着 burlap 挖出来，然后移栽到这个地方，过程中呢受了一些惊吓。你看它种植的位置呢，它在 Garden Center 种植位置上面都是有这种网的，遮阳网的，所以它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生长环境还是不错的。今天这一折腾啊，就是很伤元气，把它，特别是把它根挖出来，它的根啊实际上是切掉很多，可能大部分都切掉了，所以它这个上面的叶子呢就显得不够旺盛。Butterfly 在多伦多是非常耐寒的，我有一颗哈，在室外种没有任何保护，长得非常的健壮。很多绿色品种的日枫呢到夏天就没有什么特色了，但是忽然发现这么一片一丛新叶子，哇哦，粉嫩，所以这棵树春天的样子你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另外一个视频专门介绍夏天要给它进行脱叶处理，把它叶子全摘了，让它有机会给你第二次的惊喜。红色的 purple 的到了秋天都会变色，黄色或者红色，不一定都是红色哈，还有的是黄色，但是那种金黄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耀眼。好了，今天这三种落叶植物就说这么多，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欢迎订阅，谢谢收看，咱们下次见。